是你害我没了孩子，是你让我这些年饱受冷眼、躲躲藏藏。你从进门到现在一丁点的抱歉都没有，怎么？这就是你这种身家段位地位的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吗？我现在很认真的告诉你，我们俩已经结束了。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以后我想靠自己的双手，在上海努力生活。 我不需要再依靠你了。以你的年纪和你的经验，想在上海滩混下去有多难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你从大学毕业就在我身边，我宠着你，我惯着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社会有多险。好了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我现在在收购安盛。 等收购成功之后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在一起。我希望，在我最风光的时候，陪在身边的那个人是你。你的风光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也不想参与。我现在只想要一点内心的安稳。我已经放下身价来找你了。像我这个段位，哪个男人能做到这一点？ 只有我不在乎你的出身，只有我才真正的对你好。林氏几十亿的资产我都不在乎，我还是要娶你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怎么了？我的出身又怎么了？是你把我打进医院，是你害我没了孩子，是你让我这些年饱受冷眼、躲躲藏藏。你从进门到现在一丁点的抱歉都没有，怎么？ 这就是你这种身家段位地位的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能不能回到我身边？不能。行，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别后悔。 你故意让他说的那些话，是，我故意的。都听见了吧？是在可怜我吗？我只是想让你跟我一样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嗯。